皇帝天奴美妆品牌挚友 Into One 林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哇、wow, ，Hello， 老师好。好，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天奴美妆品牌挚友 Into One 林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到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哎，欢迎欢迎！哇，今天这身 look 要好好夸一下，是吗？就你整个人过来，我就感觉哇，春风拂面，来到春天的感觉，是吗？看我们弹幕上大家都在热情地刷着你的名字，想必大家非常的关心你的近况，对不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近况吗？就是最近生活过得比较有滋有哦，这个手，最近生活呢过得比较有滋有味的。那我们这个团体的近况的话，就是哎，最近三装开始了。哦，哎，那可我看到你最近真是越来越火了，档期超级满的，然后开工啊，这个你看这个气温也慢慢的回升了，又到了非常出去，哎，适合春游啊、约会啊、拍照的季节了，对不对？那其实我真的一直在关注你的微博，我知道你本身是一个特别特别爱拍照的人，而且拍照技术很不错。是吗？这一夸我都害羞，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拍照嘛，然后现在正好春天也到了，然后天气就是比较合适，哎，对，就可以出去走走拍拍照，就非常好，很适合拍照。我觉得提到春天这两个字啊，就让人感觉很快乐，就一切充满了希望，对呀、大地复苏的感觉。哎，那既然说到春天啊，那今天晚上我们第一个小互动，它就是跟春日有关喽。哎，那这个互动的名字呢，就叫做春日赠礼。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啊，你今天、是我可以收到礼物是吗？哎，这不是已经被剧透了是不是？春日赠礼那肯定是。哎，对，哎，温暖的春风跟着这个今天一个非常有爱的节日啊，一起来临，并捎给了林墨一个专属的礼物是什么呢？哇，我们来看一下，哦，哇，好大一个盒子啊！是，我来看一下，哇，里面有什么？盒子很大一个哦。要不要跟大家一同展示一下？哦，我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了。哇哦，是东西啊！那我们一个给大家开箱好不好？不好意思，有点尴尬。尴尬，你开心就好。好，第一个是一个眼罩。是这个眼罩，我觉得这个眼罩呢就很适合在任何场合，如果你想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戴上，就很适合睡觉。腿低一点。哎，其实没有办法了，这个腿它就是自己，它的那个小腿的长度就是会比较长一些。他是不是在说我呀？对，哎，我那天我只有这样才可以啊，这样子吗？好吧，哎，那天我刷到你微博啊，我看到你说你自己睡前会很嗨，然后又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助眠的方法。哎，这次呢，我们特意在 Valentino 美妆直播间为你准备了这样一个眼罩，是不是非常贴心？谢谢。然后我们的希望呢，也是能够你每天都能好好休息，然后睡个美容觉这样子。谢谢。好，哎，那现在是不是还有？哦，还有一个，我看到了一个相框，还有个什么东西啊？相框。哎，又来，不好意思，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哎，这是那个上次很火，这个不重要。上次很火的那个草不是？那个拉菲草。这个是我之前拍的一张我自己 DIY 的一个大卫的一个照片。我看一下。哎，我还记得这张照片，我觉得你真的很会拍。是，可能他画的比较好看吧。哦，这哦，我还以为你自己画的。就是我自己画的。啊，就是你自己画的。Oh my god。好，哎，其实我刚刚离远看有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像画大头菜一样，就是大家看一下，像不像？上次这个人真的是像不像西兰花？但是是有韵味的，很有艺术感。西兰花怎么了？上次有人也跟你说了一样啊，西兰花对不对？西兰花。哎，我觉得这张后来我自己看，爷爷看越像啊。对，哎，你还会画画啊？不会画，这是涂颜料。哦，你真的很宝藏。哎，不错，谢谢。这个我们都很喜欢这张。那我们继续开箱。再看一下。里面还有。当然还有，再看一下手的。那就不来了。哦。哎。是这个我们的华伦天奴美妆的气垫。对。看一下，这个外面的这个皮革很好看。我真的太有质感。我觉得这个皮革，我一眼就看上去就很喜欢它。怎么办啊？大家是不是都爱死这些礼物了啊？我相信啊，大家隔着屏幕已经感受到了林墨的开心了啊！哎，现在林墨手上的这款，就是我们华伦天奴的气垫了。哎，那这款气垫呢，在外观上就承袭了华伦天奴大 V 包的设计灵感。你看这个闪耀大 V， 哦，对，我很喜欢它的这个 logo 啊，对，而且它还配有这个高定的纹路皮革。所以就整体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吸睛，然后尽显出高定的那种闪耀的气场。
而且我觉得他非常懂女生，然后反正只要你出去玩的时候拿出来一补妆，哇，非常的抢手，然后很上镜啊。当然了，这款气垫呢不仅颜值上令人惊叹啊，它最大的优点其实是它强大的遮瑕能力，尤其是大干皮或者一些中性皮的朋友们啊，选择这款气垫绝对不会出错。因为每逢这个换季，比如说现在就是冬春换季嘛，然后对一些脆弱肌的朋友来说，那真的是非常的苦恼，因为皮肤经常会泛红啊、爆痘啊等等这些问题，对不对？我最近啊，因为换季了，就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你秀好秀啊，还是不是因为用了我们的气垫，所以这个项妆更服帖了啊？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华丽天的气垫呢真的是遮瑕王者，就是那些什么泛红啊、小痘啊，在他的眼里都那都不是事儿，而且一次上妆之后你就无需再次另外遮瑕。但是我觉得它除了就是它遮瑕效果特别好之外，我觉得它最最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它不厚重啊，对，就是它看上去很轻薄，然后特别特别的奶润，对，我就很喜欢。我也超级喜欢它这一点，我们来上手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你可以看到这个气垫的它质地啊，你看，好轻薄，哇，真的，哇，就薄薄的一层，有没有看到？哎，而且它这个感觉是很润的，而且又亮又润的，所以贴在你的皮肤上就很服帖，它是一个很奶润自然的妆感，然后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级又干净的妆效。对，我觉得这个气垫它看着就是那种非常非常自然的。然后刚才好像看见它的这个气垫的这个粉扑，好像跟普通的粉扑有点。哎，有点小心机在里面，很懂哦。哎，这款气垫的粉扑，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小心机之处啊？它跟其实平常我们普通的粉扑圆形那种粉扑不同啊，它是法兰绒的质地，而且它是有两个梯形角，有没有发现？然后它这个法兰绒质地呢，所以它的抓粉能力非常的强，然后上妆才能让大家更服帖你的皮肤，而且就一次蘸取，我就可以用完全脸了。就是也很省啊，然后而且有了这个特殊的梯形角之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鼻翼啊这些，哎这些死角，还有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它都能够轻轻松松的照顾到。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色号特别全，不管是什么白皮啊或者黄皮啊，它都有自己适合的色号。你怎么这么专业啊？平时是不是自己偷偷录一些？那当然了，我可是偷偷的在私底下。把这个产品研究得透透的哦，真棒，点个大赞啊，大家点赞点起来啊。哎，不愧是我们的华丽天奴美妆课代表啊。那这款华丽天奴气垫呢，一共它是有四个啊，我们亚洲专用的色号，四大洲专用色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呢选择比较适配的一组啦。那所以想要今天下单这款气垫的宝宝们，哎，我给大家 Q 个重点啊，也是因为你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福利超级多，真的真的，而且只要今天晚上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任意正装产品的，并且备注我们的小暗号是什么来着，华伦天奴美妆啊，这六个字，买即赠我们的黑色铆钉卡包，还有明信片哦，是哇，我也想拥有。好，我们安排收到了，好，马上安排。好的，今天晚上也是我们的节目节日专场嘛，所以华伦天奴美妆呢也给这款气垫选择了它比较适配的 CP， 哎，究竟是什么呢？哎，并且推出了一个春日心动礼盒，来，我们心动一下看看啊。好，来。没关系，岁岁平安，还没也没有岁。这个好，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就是我上次拍照的时候用的那个礼盒。我觉得这个礼盒它非常非常贴心，它有那个气垫跟这个口红在里面，然后就大家可以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补妆，然后就是补妆的时候就不经意间拿出来，哇，好惊艳啊！这是，哎，我的脸有点脱妆了。哦，好会演哦。回下吧。哎，这个拿什么？反正它就是，捂一下吧，就这种。哎、导演喊咔，哎，这个戏有点长。反正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能抱着你掏出来就叫外观就很让人惊艳，对不对？对，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组合里面的气垫，它是里面有个非常热门的色号是 LN2 啊，这个色号呢也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下，因为是一款非常中性的偏白的色调，也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啦。那跟气垫搭配的，刚刚就是我们的礼盒上展示的就是我们华伦天奴大 V 口红啦。那这个大 V 口红呢也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哎，今天给大家种草。
暗头种草一下啊，就是有两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明星色号，我觉得你今天直播间不带走它都说不过去，都对不起林墨。真的吗？真的，因为超级好看。第一个呢是111A 生巧红棕色，还有一个是217A 叫碎金玫瑰色。哇，这两个名字是不是都很有味道？那我来试一个111A 吧，因为毕竟它里面有10亿的存在，所以先拿一下这个。这个是？对，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好，生巧红棕色，我涂一下。我们来上手啊，让林墨上手展示一下色号。这个需要我帮你拿吗？嗯。哇，专业美妆博主。哎呀，来，来喽。哎，我没有涂起来，因为我的手指头这个骨感太……咱就是说可以这样子涂，我给大家看到。不。好，看得到了。它是这个颜色。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日常通勤的话或者素颜的时候就可以涂一下，因为它只有薄薄的一层，还挺，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豆沙的感觉，是不是？但如果它好像可以涂很多在上面。对，然后厚涂呢？厚涂你觉得什么样的感觉？厚涂就是那种很正式的场合会用的。对，有没有感觉像那个巧克力融化了的感觉？涂了之后我手变得好白啊！对，它真的也很显色。哎呦，开始了，营业了啊！很白的感觉。对，真的好白啊！你看我的手，看现在屏幕监视器里面。白到发亮，这个手就你看就还好，但是你这样变好白。不过你真的也很白哎。是吗？谢谢。哎，所以就是还有说了这么久，还是想让老师夸一下我。好，狠狠的夸。哎，就是看得出来你真的好好做过功课啊。就像刚刚林墨所说的是，这款啊是111A 生巧红棕色，它薄涂的效果呢就是非常适合日常通勤啦。那厚涂的效果呢就是很饱满的这个红棕色调，比如我上嘴的这种感觉。我也充美一下，对，就非常适合打造那种氛围感的妆容。所以整体来说啊，我觉得111A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生巧红棕嘛，它可甜可盐，然后很浓郁很诱人。然后不论你是甜美风还是酷飒风，我觉得都可以去驾驭一下。而且它虽然涂出来，你看这个柠檬的手上啊，它是这种柔雾的妆效，看到没？它虽然哑，但是它不干。它质地呢，就是涂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它是一抹纵享丝滑的感觉？对，很顺滑。对，它像饱满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哎呀，哇，这支就真的是明星色号，强推一下。那还有另外一支，我也是非常强推的，就是217A， 叫做碎金玫瑰色。哦，这个名字是不是也很好听？碎金玫瑰。对，哇，好像那种，很艺术的那种那种。反正就来，我们涂出来看啊。哦，看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呢是断光质地的，就是有一点类似于固体唇釉，它是非常滋润的那一种的。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欢天怒美妆的口红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唇部上色上妆，还是这个我们在手部试色，它涂起来都很润滑很舒服，而且上唇之后呢一点都不显唇纹，整个就是很浓郁然后又很温柔，就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吧。而且我感觉它好像跟我的这个也更显白，比较闪。对，它有闪的。感觉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取的应该就是跟它的这个闪闪的是相互联系。对，就很形象，对不对？闪闪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色号它是不挑皮的，所以就是黄皮的小姐姐呢涂了之后呢会让你更显白，那白皮的小姐姐呢就会更显精致了。所以说想要一款打造一个比较精致的这个高定的春日氧气妆，我觉得大家今天就把这个带走一套就真的是绝对足够了，气垫加口红的套装。这个是心动礼盒嘛，真的很心动啊。比如说大家画个早八妆，知道早八妆吗？早八妆，我只知道早八人。早八妆这个根据我的语文的阅读理解来理解的话，应该是早上8点钟化的第一场妆。哎，此处怎么没有掌声呢？真的是，好，对，就是早八妆就怕睡过头嘛，多睡一会儿没关系的。咱们用这一套就可以打造一个轻薄的底妆，很高级，比如轻薄无瑕的底妆，对不对？然后口红再一涂，就一个氧气妆容自然就有啦，一个通勤妆。哎，那今天啊，大家千万记得下单的时候备注我们今天晚上的暗号，林墨还记得不？暗号。暗号就是华伦天奴美妆。哎，对，即可额外获得。只有你能知道，没有别人能知道。哦，好的，好，那获得了这个啊，额外获得我们的黑色铆钉卡包，还有明信片。哦，而且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会员的话，今天
鸡博士是不是再来啊？我们今天就加入到会员好不好？来拍下我们会员真实链接，加入会员的话，你今天还能够额外获得一组我们的高定香氛哦，这是我们追梦罗马的男香和追梦罗马的女香的体验装。所以今天如果在直播间遇到你的心仪之选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林墨来这么久了，咱俩聊这么多了，我们来看看为我们带来了多少点赞量。可以啊，哇哦，右下角我现在已经108万点赞了，人气王啊！明明就是110万，我刚看的时候、好的好的，我说少了，110万了哇、哦！看来大家都很努力啊，在为林墨的到来涨人气。哎，那既然如此，我们感觉再不开启第一轮抽奖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可以啊，那就直接开始吧。那我们第一轮抽奖开始啊。那这一轮呢，我们将送出的礼物是，可以写一下，对，我们的礼物就是这个，当当当当，林墨的亲笔签名照，有10张哦，朋友们有10张，所以来大家赶紧快快互动起来，多多点赞，而且只要是下单店铺内任意的正装产品，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所以刚刚还没有下单，还在观望呢。我们刚刚为大家种草了这么多好的产品啊，大家可以马上去下单。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林墨为我们倒数3个数，然后倒数之后呢，好的呀，这个抽奖按钮就会弹出来，在你的手机屏幕上，大家看到就马上点击啊进去，抽奖按钮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啊。那整个抽奖的过程呢，持续1分钟，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小技巧啊，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多多分享出去，然后能够提高你的中奖率。OK， 林墨准备好就可以。那就3、2、1。啊，这么快。来，还有就3、2、1，哎，配合到位了。哎，大家现在有没有看到？哎，弹出来了，我们的抽奖按钮已经弹出来了。哇，只需要0元。来，大家快快点击按钮进行抽奖啊！因为我们时间还是很宽裕的，所以大家可以先分享出我们的直播间出去，然后再回来抽奖，这样真的能够提高你的中奖率哦，小技巧。哎，快点赞起来！哎，我们来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明信片好不好？一个特写，林墨你拿着，好像不是同一个人的，是本人更帅了呢。哎，这个签名我觉得很好看，是吗？我也觉得很好看，而且它特别方便，自己设计的吗？有一天我的因为我的签名就是之前签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很长，然后感觉跟其他的人也不容易分开，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简单一点的，然后也特别好签。然后主要是因为我这个笔画比较少嘛，我说我签起来很快，张嘉元呢他就非得说什么嘛，我的签起来也很快，然后他的明明就是走走走很长一个，然后那天我说就来比赛吧，然后他一个人手都抖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能满意我的签，然后他比我快了大概一点点的时间吧。好，很满意。对啊，很好看，我很好看，我也很喜欢。好，我们已经结果已经出来了，恭喜这10位获奖的朋友们啊，已经过了，非常的快。恭喜啊！对，你还在陶醉在自己的签名里，他已经过了。我觉得这个运气真的太好了，真的恭喜你。好的，获得我们这个林墨的签名照啊1张。哎，那今天请在24点结束之前来积极的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啊，然后并且提供你下单任意正装的产品订单截图，以及您的账号还有中奖的截图来兑换我们的这个奖品。那这一轮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呢，也不要气馁啊，因为稍后我们还有更多好的福利，更多的抽奖献给大家。哎，是吗？所以我依稀记得今天我签了很多张这个签名照，手抖了没？其实很就是签了很多张，就是当然跟当人员的比起来还是要好一些的，所以真的是很多张，所以大家不用气馁哦。新鲜出炉的啊，所以这一轮的小伙伴真的非常的幸运，抓住到我们第一批的小幸运。好，那也记得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感受到这份幸运和快乐啊！大家一定要一直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好，不要走开。好，哎，我们继续唠嗑啊。好，我发现林墨你会是一个把那个微博当朋友圈发的人。这个是的，因为毕竟那个有些时候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分享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我觉得太少有人知道了，所以我就分享给我的 insider 们，就让他们一起分享这种非常小的这种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小小的幸福，大大的快乐的感觉。我很喜欢这种打文字的这种感觉。哎，我们也非常喜欢看，你就继续保持啊。最近
最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啊？是吗？这太火了，是不是？确实没有找到什么特别，哎，怎么说呢？今天结束了就可以了。今天结束，但我想想看，今天结束了，应该分享一个。哇塞，今天好开心哦！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儿，大家知道吗？好，其实就这样跟大家去像朋友一样去分享一些日常，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第二个小互动，其实就叫做伙伴们的朋友圈。很懂你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挺像我的这个朋友圈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怎么个小互动呢？来看，我现在面前有三张 KT 板。那每一张 KT 板，对，我发现是一个人的朋友圈截图，是女孩子的。然后他们的朋友圈的内容呢，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场景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口红色号的烦恼了，那就需要你这个专业的美妆达人啊，对吧？这来为解决一下，我来看一下，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 OK 可以吗？可以啊。那我们第一张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写的 star 啊。他很适合这个。哎，我还没念呢，等我一下。我语速慢了，怪我哈。哎，这是一条来自于 Clara 的朋友圈，他说啊，公园的郁金香已经开了，要穿上白色的吊带裙去拍好看的照片去了，到底应该选择哪个口红色号呢？好纠结啊。那林墨觉得呢？我觉得他很适合这个碎金玫瑰217A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这朋友圈也提到了这个花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玫瑰的应该会非常适合它。对，哎，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种就是法式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法式的复古。对，因为有郁金香花啊，然后那种，然后配上我们。可他穿的很潮流哎。好。不好意思，又卡住了，对不起。反正咱们就是说这一支啊，碎金玫瑰就是能够轻松的打造一个很氛围感的妆容。我现在已经想到了，就是他在草地上坐在花海里，你想象那个画面啊，然后他穿着白色的吊带，然后这个阳光洒到他这个穿着我们217A 碎金玫瑰的口红上，然后整个就非常的有氛围感。好 ，OK， 能想象到，对吧？这个林墨已经帮他解决住烦恼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回馈。好 ，Clara 听到了吗？好，我们弹幕见啊！啊，这个要不要林墨来帮我们念一下？看得到吗？他穿着非常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比较正式的场合。刚才其实我、他要去干嘛？他要去面试，是不是？对，刚才我说正式场合的话，那就是那个厚涂的那个111A 的这个。哎，那这个叫朋友圈来自 Ruby 啊，他说，他要去，我中间坐吗？对，因为我怕这个拍不到啊。没关系，我可以放这边。真的吗？对，好。哎，他要去面试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要涂哪个口红色号呢？刚刚林墨说了，是不是要选111A？深巧红棕色。对，因为刚刚我们试色的时候都有提到过它啊。你觉得它薄涂是怎么样的感觉？薄涂就是会比较轻薄，然后就是很适合素颜去。然后他如果是面试的话，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庄重一些。而且就会感觉这个色号呢，会给他加持一些气场。我觉得应该会带来一点点的幸运吧，给他一些勇气，但是又不会太过于张扬。很会说哎。给他一些，就是我觉得面试的话，应该是需要勇气的吧。对，是的，我觉得这个色号选的非常的到位，很棒啊。你看，希望 Robbie 能够回馈一下我。就是我。啊，就是我同名，就本 Ruby 觉得你选的很棒。你这头像跟他完全是两个人。但是我也叫 Ruby 了，我了。原来你今天是过来面试的。老板怎么样，主持的？明天就来吧。好的。开个玩笑。好，对不起啊，我们俩开玩笑。感觉这些小问题来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挑战性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最后一个，我来念一下。哎，来自 Alice 的朋友圈，他说。心动男孩约我一起看电影了，我的天哪，快来不及了！但我还没有选到涂好的口红色号，救命啊！这是一个很甜蜜的约会的场合。我觉得他应该适合还是111A。哎，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他薄涂的话，就会显得他非常的真实而且温柔。我觉得应该大家第一眼就是会看上去之后就是怦然心动。说到怦然心动啊，我想说，你今天刚走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怦然心动了，是吗？我来看一下每个人表情是不是真的呀？好，
哎，这个大哥你怎么不笑呢？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觉得林墨真的非常的厉害，就轻轻松松的已经解决掉了这女孩子们的这些难题啊，而且说的是有理有据，很棒，很专业啊。那我为林墨的表现鼓掌。好的，大家都在点赞啊。哎，那说到这，大家林墨觉得他外观怎么样呢？啊，哪个？这两只，看我们大鼻孔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外观呢，我自己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它跟普通我见的那个，它后面有一个这个，可以反光的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小镜子。因为那天我拍照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说它这样的话，岂不是我涂的时候就是可以，看的这上面，我就可以瞄得很准。朋友们学会了吗？我就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哎，学到了啊。然后我盖的时候，发现这样错开盖，就很有那种啊。我正着盖也挺好看的，都好看，那种放荡不羁的感觉。哎，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说四个字了？哪四个字？哎，又是的，哎呦我的天呀，非常完美。哎，完事了，非常完美。哎，对，这个经典 slogan 啊。哎，弹幕是不是大家都在打非常完美了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啊，我觉得华人天奴大 V 口红它的外观设计的灵感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就是源自于我们华人天奴的历届高定红裙呢，整体就感觉非常的热烈灵动，并且充满着仙气。哎，在这样一个绿意盎然的春日，我们导播老师快给林墨一个特写，他非常的，非常的，我还以为他可以反光出的意，可以啊。可以的，所以就带这样一支金红撞色的口红出来。我刚才有想到，就是那种就是你突然间发现，就是你要通过一个拐角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样伸出去，然后，哎，好了，他来了。好，今天我回去试验一下。他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嘿，好，给吓他一跳。好幼稚，好快乐。我真的很喜欢，我真的超级喜欢从背后吓别人。好，一会儿我们试验一下子啊。好，哎，这个我觉得刚刚林墨说的很对，它就像一个小镜子一样，所以在外面补妆的时候是不是就很方便？嗯 ，OK， 那我们欣赏完它整体的这个外貌外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膏体。哎，它其实呢，它的膏体也是延续了高定的精致裁剪，能够打造出一个膏体多维立体的切面。就这样子很精致的切面，它的好处呢就在于它涂抹的时候呢，可以完全贴合到我们的唇形。刚刚你说就是这个豆沙有点薄涂豆沙的感觉，111A 嘛，然后我就想到它就像，哇，华人天奴一个高定的纱裙来包裹住我们的唇部的感觉。哦，我觉得哦，而且这个它的持色科技也非常的棒，一抹显色，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唇妆呢更加持久。同样，你看刚刚你有说它有一点亮亮的感觉，对不对？它同样也融入了高光高定的贝母珠光啊，能够让我们的唇妆焕发光泽。所以啊，就是这样一款大V口红呢，不管是从外在的颜值，还是说它内在的科技啊等等啊，它的品质，所以华人天奴大 V 口红的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非常完美。内外兼修，内外兼修。哎，对，内外兼修。而且呢，我们华人天奴大 V 口红呢也有组合套装可以供大家选择。哎，除了我们刚刚两个为大家分享的111A 圣小红棕，还有L7A 碎金玫瑰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色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大家只要在下单的时候，哎，找到自己心水的组合就可以了。随心搭配，我觉得就不管是自留还是送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很好看，很好看，然后又有颜值，不经意间今天给你买了一个礼物。好，霸总吗？对啊，买了一个礼物，喜欢吗？喜欢，好，拿走吧。哎呦，好，哎，还有啊，朋友们，你要吗？大哥说要，这是我的。哦，好的，打扰了。还有啊，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下单这个单支的大 V 口红，还是说礼盒装，大家千万要记得在下单的时候备注到我们今晚的专属暗号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说的啊，第二多的话，最后一遍啊，对不起，华伦天奴美妆，华伦天奴美妆，记住了吗？哎，华伦天奴美妆，记得了，赶紧去下单，朋友们啊！只要今天晚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的啊，就买即赠。哎，我这个纸已经举了，我要举最后一遍，可以吗？我来举吧。我不可以。买即赠黑色的铆钉卡包，哎，就这个啊，还有我们的明信片，哎，满满的诚意，对不对？然后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我会员的话，不妨去拍一下我们的会员专属链接，还可以额外的加赠我们这一组高定香氛，是珍梦罗马男香和珍梦罗马女香。哇，真的非常多的福利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环节口红的安利就分享到这儿了。介绍这么多的产品，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给大家送福利了吧？那就第二轮抽奖。
哎，来吧，哎，林梦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啊，没问题。那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的礼物是什么嘞？我们还是会有，等等等等，依旧会送出林梦的亲笔签名照十张。哇，我们来看看，好棒！哎，等一下林梦还是倒计时三个数啊，我们倒计时结束之后呢，这个抽奖按钮会弹出来。哎，以防大家不太会玩那个，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哎，恭喜你赶上我们的抽奖活动了啊，送福利了啊。我们等倒计时三二一之后呢，我们就会弹出来整个抽奖按钮，然后整个抽奖会持续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小技巧，不要忘了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能够提高你的中奖率。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OK， 那我就说了。好，三二一，哎，砰，弹出来了吗？抽奖，看有谁。好，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抽奖抽到的人在那儿尖叫的感觉。好，我们一会儿看看。就仿佛我自己也中奖了一样。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抽奖按钮已经弹出来，大家看到了没？快快点击抽奖按钮进行抽奖啦！哎，哎，我知道，你是贝斯在北京对吧？然后最近开春了，有没有想去哪拍拍照，或者有没有什么拍照好看的地方可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推荐一下的？北京吗？对啊，不是北京也可以。拍照好看的地方啊，我觉得那种草坪拍出来应该都挺好看的。所以就是咱家小区、自家小区楼下也可以。不行啊，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小区的草坪啊，它不够大。要去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公园的草坪、拍照就会很好。就是绿野仙踪的感觉有一点呢。绿野仙踪感觉有好多树啊，对，感觉就不要树是不是，就那种光滑的那种地方，或者是拍那种。拿着那个花儿这样，我就很喜欢那种。学会了，学会了哈，哎，还光滑的感觉，哎，我们马上开奖了，看。哦，我是谢谢参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可以后台帮我调整一下。好的，我们恭喜啊，恭喜这十位获奖的朋友们，恭喜大家获得了我们这个亲笔签名照一份，恭喜！是刚刚很辛苦签了很多呢，所以这一轮获奖的朋友们还是非常的幸运啊。而且所有中奖的朋友们听好，温馨提示一下，在今天24点前联系到我们的客服，提供你下单任意产品正品正装产品的这个订单截图，还有你的账号以及中奖的截图来兑换奖品哦。那没有这一轮没有中奖的也不要气馁啊，因为稍后还会有很多福利，还有一些会带给到大家啊，懂啊。所以啊，持续的蹲住锁住我们的直播间，没有关注的来点个关注，不要走开。今天晚上真是满满的福利啊。OK， 那这一轮抽奖结束，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好。哎，现在就是天气转暖了啊，春暖花开的时节到了，所以我现在一翻朋友圈，我会发现哦，大家不是在去看花啊，不就是在去看花的路上，就很嫉妒，很羡慕。对啊，我觉得春天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发现我穿的羽绒服穿出去啊，就会有点热。对，我就觉得这种回春之后就很适合大家出去走一走，出去踏青，我真的太舒服了。对，因为它现在正好处在一个有阳光，但是它又不热啊。对，就是刚刚好的这个情况，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哎，那林梦有没有你最喜欢的花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喜欢的花吗？最喜欢的花，我喜欢。好难。好难，我现在想不出来那些花叫什么名字。荷花。荷花，哎呦，因为是你好高雅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现象？因为荷花什么？荷花它的品格很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啊！哎，是的，我是很喜欢荷花。哎，我们整个要背一下啊。好，那你问我喜欢什么花？那请问姐姐你喜欢什么花？不要叫姐姐。啊，正常，哎，没事。你在看我，我发现了，你在看我。对不起，好啊，你问我喜欢什么花？那请问姐姐您喜欢什么花？我喜欢。有钱花，就是有钱就把有钱花把我们整个挖的青铜美妆的所有产品都买回家，因为今天真的非常的划算，福利满满啊！被尬住了吗？说啊，这个东西这个题目写在这干嘛的？原来是为了尬住了没吧？我来想想看，我来想一个谐音梗啊！你来，你那个3000万也不错呀，咱俩彼此彼此嘛。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想不到有什么谐音梗啊？大家知不知道林墨的3000万啊？一会儿。应该都知道吧、应该都知道吧，对、没不知道的去罚去那个抄笔记啊、好、我可以不用好啊。那既然说到花啊，那咱们接下来这个小互动呢其实就是跟花有关。哎，真的吗？哎，这互动的名字很好听，叫做花语连线。哎，这个没玩过，我觉得挺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啊。
哎，这个 Kitty 板上就左边呢就是花的名字，右边呢是它的话语的 keyword， 就是这个关键词。然后想邀请林墨，然后为大家把这个花跟花语这个连线完成。这个完成任务之后呢，即可获得，哎，对，这个笔啊，那获得这个，哎，即可为小伙伴们开启整个抽奖的福利。哎，如果你答错会有惩罚的，会有惩罚哦。适合惩罚吗？那是我的花都不了解。准备了吗？那就根据我的这个。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啊，上面的花就是有鼠尾草、香根鸢尾，还有玫瑰花，还有雪松。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因为是，因为是什么？你是不是看看我手卡了？为什么？怎么可能？你看我刚才画的时候，为什么全程都是低着头的。我连眼睛都没有往就是这样看过，你看，如果你往前看的话，老师给我一个近一点的看，往前看的话，我的眼白会很多，但是我它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比较聪明啊，好的好的，贼聪明哈，因为我是看着就是，看着就是看，因为我看嘛，鼠尾草嘛，它就给我一种，哎，很可爱的一个感觉，我就选了对。然后呢，香根鸢尾呢？我先看一下，我就说，这个题有点难，我就先不管它。哎，对，排除法对不对？然后再看玫瑰花，玫瑰花就是什么？你要求就是什么？或者是你要我明白，跟别人表白的时候，对，你要勇敢，是好，对这个你要有你的热情，然后你就可以，我就可能选这个。然后这个雪松，就看着就是有雪，看着一个就会有很，就感觉就是保质期很长的啊，就很永，就永恒啊，我就感觉好。这个叫连线鬼才，然后就正好看这个香根鸢尾，哎，它的名字很高级哦，就是跟高级就是挺搭的，然后我就这样弄了。好，刚刚有一种老师批改作业的感觉，我觉得优等生是吧？对的吗？200分送给林墨，他一点都没有看我们的小抄，耶，恭喜啊，全对啊，老师们都看到了，100分，要不要打包带走回家？哎呦，太可爱。好好，那就真的很厉害，但是林墨真的没有提前看我们的小抄，但是已经完成这个小挑战啊。既然完成了，那咱们就直接送一个小福利好不好？好啊，什么福利啊？高兴，那个开心一下，把我送给你可以吗？好，经纪人在那边已经瞪眼了，放肆。太好笑了。好，就可以了是吧？刚才那个还挺好笑的吧，刚才那个啊，好笑，哪一个？好把我送给你啊，就这个。好，刚才老师讲到谐音梗嘛，我觉得我的那个也是一项谐音梗。你还在想谐音梗是不是？想不到，现在真是。没事，一会儿就有了，灵感就来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小小的互动环节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你最近录了一个综艺嘛，叫做《11点睡》吧？有旅行吗？旅行。啊，有践行11点睡吗？没有。好的，彼此彼此啊。好。我发现我现在就是想要睡觉，就是有时候如果早上十点的话，想早点睡，我真的。还挺难，挺难睡着的。对，哎，那也劝小伙伴们啊，少熬夜啊，早点睡觉，还是要这样劝的啊。然后，而且我们都知道你的声音是公认的好听有磁性的呢。是吗？我觉得不敢当，不敢当啊，不敢当。好，哎，那我们小挑战来了。什么挑战？哎，马上啊，往下揭晓一下啊。哎，这个小挑战是这样子，邀请林墨。哎，为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录制一个哄睡的 ASMR。这只是哄睡懂 OK 是吗？可以。好，那这个我拿一下。那我就录制一个。哎，我为你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其实有两个选择，你看一下想录哪一句啊？第一句，哎，第一句好，这句，别熬夜了。别熬夜啊！快点，快早点休息吧。另一个。春天到了，选一个好天气，跟朋友一起去郊游。我的这个吧，这个比较应景一些，最近正好是春天了。成，那咱们这样子啊，咱们这个麦克风，哎呀，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到时候要你拿着这个。好，我们到时候要这样子，这个分贝说话。好的，试一下。来。哦，不好意思，插入。什么也没发生。好。来，等一下，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啊，准备好你的录屏哦。我们这个就是稍纵即逝的啊，这个 ASMR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OK， 开始。春天到了，
选一个好天气跟你的朋友一起去郊外。不行，我这样说不了，这太好笑了。那你要从来就没这么说过话。那你们大点声。那我就好。春天到了，选一个好天气跟朋友一起去郊游吧。好，很棒啊。因为我觉得这样说话感觉有点好笑，我说不出来。他们就喜欢这样沙沙的感觉。真的吗？有人真的会喜欢这样吗？真的，而且很治愈的。OK， 我只知道那个就是晚上有一些午夜电台，是，就是有一些对，就是那种晚上就会有一种哄睡的那种，在你耳边。然后就拿那个就是那种啊，对，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还这我还可以接受，可是要这样，春天到了，这个感觉好像是我都已经睡着了，有人在旁边跟我说，朋友们都喜欢，大家喜不喜欢？快弹幕给我们看一下，跟我说，别再装睡了，我知道你还醒着，就这种感觉一样。好，感谢啊，这声音真的还蛮有磁性的，不错啊，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林墨的这个小小的。小互动小福利啊，那我们刚刚聊回刚刚的话题啊，刚刚已经让林墨进行到过一个这个花语连线的小环节了，那我不知道林墨你知不知道，这话好绕，其实在我们这个 KT 板上啊，它是有两种花香的，然后两种花香，对，然后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支香这瓶香水当中呢也有呈现出来，这边就是我们的唐娜小姐香水，那这两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玫瑰和这个香根鸢尾的，哇哦，真的很棒，不会是我们他我那天也是拍的时候我就是闻了一下，它好甜啊，我帮你这个试纸上喷一下，试纸，对，喷试纸上好浪费，喷在我衣服上吧。那你来喷，没事，已经喷了就算了，就好。哎呀，你好节俭啊，不会这样，贼棒。一般都要这样，我看上次去买香水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对，哇，好甜啊。真的很甜，它就是那种很甜美很甜蜜的那种，有那种花香，和那种水果的那种感觉。对，有花香有水果，很甜蜜。没错，就是这个 keyword 抓得非常的好啊，它就是哇，好香啊。对，就是真的很好闻的一款。这款唐娜小姐的女士香水呢，确实是花果香的一个，就是水果跟花香的结合。然后它里面的香料呢，是有意大利的佛手柑、葡萄柚、保加利亚玫瑰、白桃、法国香根鸢尾，就是他们的法国国花香根鸢尾等等。而且，我想说这一支啊，就这一支香也是我自留的，就是我每次是吗？对，我每次穿这支香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今天喷的是什么香水啊？就每一次这一支，所以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有转折，很有层次感的一支，而且就像林墨刚刚说的啊，整一支呢就是水果与鲜花的结合，就是很馥郁有清新，就营造出来唐娜小姐很甜美的氛围感，尤其呢是在这样一个春日盎然的日子里，喷这款香水出门，一定会让心情很好，心情很加分，很甜，对。喷在衣服上了吗？我们还有另一款可以让你喷的。好，就是刚刚介绍完这个唐娜小姐香水呢，我们的另一款就是这个了，当，华伦天奴的同名男士香水。那接下来邀请林墨用平常自己喷香水的方式来演绎一下，怎么喷的啊，好不好？喷完了。你平时就这样？没有，因为我真的我不想站起来，我就这样，不让它浪费每一滴飘到外面去。但是我一般喷香水，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我是要穿这个衣服有两套的话，我就会喷在里面。喷在里面。在里面。会留香更充足。喷四下，在四个角，然后中间再喷一下，因为我一般是两种香水混着喷的。所以就这两款可以 mix 一。我就是喜欢混着喷，因为这样就是香味。那些人怎么就，好奇怪啊！什么香没？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会这种很特别，然后就喷着喷着，喷完了之后就把衣服盖住。小伙伴们学会了吗？大家有人说笑死了，哈！为什么好笑？我明明就是这么高级的一个，很认真的分享干货，大家认真一点。我每次这么喷，我就很心机啊！喷完了之后，因为它不会，就是。
就是一直往外散，它是很有寒气的那种感觉啊。对，而且香味是从下往上慢慢的悠悠的上来的。而且这款刚刚说这个对香 CP 啊，就是可以刚刚用林墨说的那种穿香小技巧来喷。那刚刚这个唐娜小姐她闻起来呢是那种甜美的花果香，那这款呢就是很温柔的这个什么温暖的什么调来着。哦，它是那种有点像那种木头的那种香味。哦，木质调。对，很沉稳的感觉啊。我就因为我就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沉稳的感觉，就是比较不会特别特别那种的。说了一个什么形容词不知道怎么形容。听君一席话。反正我还蛮喜欢这个。懂。哎，那感觉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到这里就一定很种草了啊。这款华伦天奴的同名男士香水，它的前调啊，我来给大家。而且我还很喜欢它的这个瓶子。对，我觉得它的瓶子这个铆钉我真的很我是真的还挺喜欢的，因为对这个铆钉的设计其实也是承袭了华伦天奴经典的那个铆钉元素。对，啊，我给大家再喷一下在试香纸上，谢谢。来，这款的味道我们来形容一下。来，这款的味道呢，我刚喷出来有没有感觉就很清新的柑橘类的水果的味道？有味，有一点，有，就感觉像把那个什么橘子啊、橙子啊，就在嘴里哇一咬，汁水四溢的那种氛围的感觉。然后呢，慢慢的你会闻到啊，香根鸢尾的根茎以及香根草的一种木质的气息慢慢沉淀下来，对吧？然后最后呢，出场的是那种很地中海很温暖的气味，就是它的那个雪松的感觉就出来了。我们这个动作做这么大，可能会拍不到。因为它有那个，就是它是就是散久了之后，它的味道会不一样。对，就是它的尾调越久越好闻的，所以就是温柔又有力量的一款雪松香。而且刚刚林墨也说他非常喜欢这个瓶子，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就这个琥珀铆钉和很纯净金属这个碰撞出来就很奢贵的光环，看到了没？所以又是一个颜值与才华兼备的一支了。然后哇，这两个叠在一起，又是一个新的味道。所以这是对香，大家今天可以下手。哎，因为我觉得买了两瓶揣兜了呢。因为我觉得买了两瓶香水之后，它就是其实你就又有了三瓶香水啊。如果你有三瓶香水的话，你就有一二三。好，我们放过自己。四瓶，放过自己。六瓶香水我也算不出来。好。哎，那其实这两款香水就是各有各的味道。哎，这一款唐娜小姐是不是就是很甜甜的那种味道？对，然后就是，然后这个呢，很温暖的，然后又木调，然后很温暖、很沉稳，然后它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张扬，就是不是那么给人一种不是那么的就是那比较那种。这种感觉，好，想不到形容词了，就是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一下。可以，哎，我觉得都很适合春日的时候去喷。哎，既然说到出游，那我想问一下林墨啊，你说你比如说你一般录综艺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有一些补妆的场合呀？然后那你会怎么选择你的补妆产品呢？补妆的话，那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tips， 就是一个非常轻便，然后容易携带的一个高级又时髦的补妆产品。哇哦，比如呢？比如这款，华伦天奴仙女盒。好漂亮，就这个东西，它里面是什么？要拿高一点吗？这样可以吗？是吧？好看，好看。它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有一支这个口红，对，然后一打开，打这里，哎，打开之后，然后就有个粉饼，所以就是小小的，就是五脏俱全啊，什么都有，就很方便。而且它这上面也会有这个也会有镜面，是吧？这个镜面可以这样。看来林墨真的是非常喜欢咱们华伦天奴美妆的产品，每一个都非常的了解啊。那刚刚林墨跟大家说的这款华伦天奴的仙女盒呢，它也是咱们华伦天奴美妆独一无二的明星单品。那你看，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可以说像一个就随身携带的高定补妆间，有没有发现？哎，又是复刻了我们高定秀场的一个迷你的链条包的感觉。然后仙女盒里面刚刚有展示到啊，有一支迷你的小口红，还有一块粉饼，然后下一层已经拿出来了，有一个粉饼刷，就很精巧的结构设计。然后迷你口红也非常的可爱，然后你觉得这个刷子感觉如何？触感，小刷子很舒服。对吧？反正因为它这个小刷子，我觉得它设计还挺好的，因为它非常节省空间，对，刚刚好就可以放在上面，而且随时随地可以补妆。对对对对对。哎，你平时喜欢玩乐高玩具吗？
其实一次都没有。就是我男性朋友可能都特别喜欢玩这种玩具，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仙女盒对我来说呢，就像一个高定的玩具一样，因为它是可以自由拆装组合的。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适合的粉饼色号啊，而且喜欢你比较适合的口红色号啊，来进行随意的搭配，让高定美妆成为一个很浪漫的日常。哎，那林墨可以帮我们试一下这款粉饼吗？好啊，好，来。哎，这个粉饼的质地是哇，它这里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啊。它也是这种特别特别轻薄的这种。很轻盈，很细，对不对？而且还有这种小小的这种香味在里面。就很舒服，淡淡的香味，很高级。而它，它这个是好像是那种不是很亮的那种，它是那种哑光的那种。说到点子上，就是它一秒上脸就打造出一个柔雾哑光的效妆效，而且它的粉质是不是非常的细腻轻薄？刚刚上手一看，是试到了啊！而且就是咱们用它自带的这个刷子上妆就很方便，然后整个妆容呢就很轻薄，又贴肤又自然和高级。我觉得这个春节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出门前喷上一点华伦天奴的香水，然后再背上一个这个华伦天奴这个仙女盒。出去之后你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怎么拍怎么出片。对，一下子为大家这个案头安利了这么多的心动好物，那哪一款是朋友们你的这个 pick 的心动之选呢？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准备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不管你是想要下单我们的单支香水还是我们的这个仙女盒，只要是今天晚上通过我们直播间下单的，然后店铺内任意正装产品并备注我们今晚的专属暗号是什么，我来说啊，华伦天奴美妆，这个暗号啊，就可以获得黑色铆钉卡包和明信片一份。如果还没有加入到会员的话呢，加入到我们会员专属链接，还能够额外的加赠你一套这个高定香氛，我们的追梦罗马的男香和女香一组体验装，哇，真的是非常的心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林墨的加持之后，我们华伦天奴美妆直播间的点赞数量多少？251.4。251.4万，耶！不得不说，今天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又太努力了啊。我们来看看，那就达到这么高之后，是不是还是要给大家送福利了？那就第三轮抽奖吧。大家都在等着最后一轮抽奖，就满足大家啊，正式开启第三轮抽奖。那同样呢，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今天林墨在准备的时候为大家辛苦签的很多的签名照，看我们来给个特写啊。只要是在今天我们下单店铺内的任意的正装产品，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那好，那我们林墨来倒计时。3、2、1，准备一下。3、2、1。大家有没有看到？慢慢的等着我们的那个抽奖按钮已经弹出来了，弹出来了吗？好，弹出来了。好，大家快快点击抽奖按钮进行抽奖。然后我们抽奖会持续1分钟的时间。那既然是我们最后一轮抽奖，而且我们的直播马上接近尾声了。真的时间过得很快，所以大家趁着这个大家在抽奖的间隙，我们再请林墨来为直播间的朋友们送一个小福利，好不好？好呀。你不问是什么吗？这么爽快。既然是我直播间，那就是肯定没有问题啊。肯定没有问题。好，我不会坑你啊。好。所以，咱们刚刚弹幕看很多小伙伴都在 Q 林墨唱歌，那所以这一轮就是想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送的小小的福利，清唱几句呢？清唱几句，想想看，清唱什么呢？清唱一个，我在想，我的曲库真的很少。清唱什么？清唱一个，最近我们，可是这个上次我才唱过。唱什么都好听。上次我唱过，唱什么？想想看，唱一个。我们专辑什么没有唱过现场，想想看，下雨的时候我在想你，这可以唱吗？可以吧？经纪人点头了。可以，那就唱一下吧。可是我已经忘词了。他前面是你是刺在我心头里的针，想你一次就往里进一寸。
一切多深，可想念见缝插针，嗯哒哒哒哒。哦，还有对 Lover Boy， 上次才发了，那我唱一下吧。好 ，Lover Boy 是怎么唱的呢？很简单，看着你们哦。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从不相信，想把自己变帅，只为了衬托你。唯有你的 lover， 随时可以 call me， just call me。嗯，清唱。哇，清把好听。因为那段是，我就不说了吧。好好听啊！大家把好听打在弹幕上，真的超级好听。哦，这个 lover boy 我们看过 N 遍了。真的吗？真的，这表现真的超级棒。谢谢，就是、那我再唱一个吧。哎呀，限制来了，我再唱一个。好，再唱一个，我们最近刚刚唱过的。嗯。我们同行在万里的路，呼，一步一步自我在重塑，呼。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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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多让梦境着陆。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词，我就唱。OK， 哇，超级棒，不愧是，人送外号 AK 全能 ACE。哎呀，那就再来一首吧。行我之声，砰砰砰。好了，唱完了。啊，你看这个四节，已经为我们附带这个跳了都啊。啊，感谢林墨，真的也恭喜大家，是不是刚刚已经这个获奖已经我都忘了，已经开奖了。我们再一次恭喜这十位获奖的朋友们，恭喜！那就再来一首吧，今天太开心了。啊，来！我们哈哈哈哈哈哈，就这么简单啊！喂，我操！这个是歌里的吗？我真的不敢打断你。尴尬住了，对不起。好，已经这么多首了，而且每一首都很棒，清唱真的很超级好听，超级好听。太开心了，好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哈哈哈啊，很棒很棒，好听，哎，好听好听。来，再一次恭喜啊，这几位中奖的朋友们。那今天你在24点前联系到客服，然后提供下单任意正装产品的订单截图、您的账号以及中奖截图来兑换产品啦、啊。哇，今天林墨来到我们华伦天奴美妆直播间，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真的吗？我也觉得过得好快啊。而且很快乐，嗯。我真的过得很快。好，我们今晚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虽然这一小时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短短这一个小时，我们也感受到了林墨的有趣、可爱以及他的真诚。那在舞台上呢，他是一个实力全开的歌手。而在生活中呢，我们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有着很有趣的灵魂。是吗？真的，谢谢。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宝藏的男孩了。那么我们也祝林墨在未来路上会越来越好，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节目中都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哎，那最后我想问一下林墨，还有什么想对支持你的小伙伴们说的吗？我想对大家说，今天很开心有这么多人来观看华伦天奴美妆的这个直播间，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抽出自己的时间来观看这个直播。最近嘛，马上这个我们的三专啊，就已经正在开始了，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Into One的三专。耶、yeah, 一定支持，大家弹幕刷起来啊，感谢感谢。那最后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林墨的到来，也要感谢啊、就像刚林墨说的，一直在直播间守候支持我们的大家。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春天带着美美的高定妆容尽情的去玩，去享受生活。AKA 天才摄影师啊，已经为大家今天分享了很多拍照干货啊，还有这个妆容干货。那也想要了解更多华伦天奴高定产品以及近期活动的朋友们呢，记得持续关注到我们的华伦天奴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再点一个关注，期待与下次与大家再次相聚吧。好，那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拜拜。拜拜。